我是安安，我今年7岁，我最喜欢月亮杉杉了。那你喜欢当仙子、吸血鬼，还是扮仙子、扮吸血鬼呢？我喜欢当扮仙子、扮吸血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白天跟晚上都可以玩得很嗨啊。那你最喜欢书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呢？黄兔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我最喜欢的动物，而且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啊。那月亮杉杉哪一集让你印象最深刻呢？去露营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露营过，如果我有去露营，我也想跟他们玩的一样开心。